深圳には今日も全国から出稼ぎ労働者が集まってくる。你在这儿工作？是啊，在里面。里面做什么工作？我们的工作说了你也不懂，不知道。不知道吗？在这个厂。就这个？啊，这个不行了。35岁，我在这儿找工作的。这边哪个工厂待遇比较好啊？对面那个。啊，对面那个。那你为什么不选那个对面的那个呀？那个有夜班。啊，夜班啊，夜班。は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え、跳槽吧导演第二集。我今天来到深圳，要体验工厂工作。今回のテーマは中国工場2022。中国が世界の工場と呼ばれ始めて約20年。リンリンホーも働き始めた今、現場はどう変化しているのか。私は実際に働きながら観察してみた。哪里不对？我今天打工的地方是这个，因为他们允许的，我们可以拍，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工厂。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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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来打工的。啊，面试的是吧？面试的。以前有参加过工作是吧？我以前做过导演。啊，做过导演。这个职业确实好。但是，我的动手能力，我不知道能不能跟上他们。肯定可以的，就是我们主要就是做基建的嘛，主要能跟上效率，应该已经可以了。啊，是吗？啊，看一下那个。哦，看什么呀？这个有纹身。纹身？啊，对。这个要脱吗？他这个环节要不要？正常我们是要全脱的。全脱？对，就这样。哎，这个裤子也要脱。裤子上面，就上面，就上面。好，可以了，可以了。有点害羞啊。赶快穿上，等下感冒。新来的。在什么那里吧？新入社員の時給は 13.4 元。你好，我是新来的。现在要做什么？スマホの電池にシールを貼る。これが私の初仕事だ。ね、这个可以吗？不行吗？哎，可以吧？可以吗？哪里不对啊？哪里不对？你看，我几乎都用完了这个。太不好意思了，这么浪费啊！不能包超出来这边，也不能包出那个白线。是吗？它这个速度怎么样？他这个速度，我们都不用下班了。可以吧？可以吗？啊，やった！花了半个小时做一个。被骂死，被开除了。你是从哪里来的？猜一下，猜一下，能听出来吗？我的口音，口音啊，听不出来，听不出来。从国外来的，国外来的，我是外国人。你做核酸了没有？哎，你做核酸了没有？做核酸了没有？太真实了。做不做的话，不能过来这里啊。对啊，这里他。还有几位坐火车呢？待ちに待った昼食タイム。隣の席の先輩、タオタオの宿舎にお邪魔させてもらうことにした。你吃饭？还没吃饭吧？还没吃饭。我们这里没有食堂，去我宿舍吃吧。你好。6年前、
当時18歳のタオタオは一人で安徽省から深圳に出稼ぎに来たという。你知道我是哪里人吗？日本。哦，是吧？啊，日本。但是跟真人不一样。不然，你在日本人这里都有一头胡子的。抗日剧的嘛，抗日剧的那个日本人都是这里有胡子吗？嗯，你以前也留过啊？没有留过，没有留过。现在不流行吗？也不是流行，那个也不是流行啊。你们那里是不是娶一个老婆？什么问题啊？这个有意思，我人生第一次被问到了这个问题。日本人不行，跟中国一样。那就好。那就好了，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对。哎，你的床位是哪一个？这个吗？最乱的那个。这个。我可以看看里面吗？我记得有灯什么的。隐私吗？那个照片是你的。那不是我，那是别人。这是你的呀，肯定是你的。是你吧？不是，肯定是你的呀！什么不是？明明是你，百分之百是你。挺漂亮的呀。对啊，挺漂亮的呀。身材好，我可不可以？你不？我已经结婚的人不要害羞。那也不行。お昼の2時間休憩はあっという間に終わり。私は会社に午後はもっと面白い仕事をしたい。模型的。多累。这个工位怎么样？学了。这个工位挺好的，已经熟悉了，是吧？那我们就换个工位吧。我们检查一下车间里面的 5S。OK。然后从这边开始吧，从这边就，我们检查他们的钉钉的话，我们上面有一个软件， okay. 然后有一个办公平台，这里面有一个穿云服务，这里面有一个 5S 巡检与改善，然后他们看他们的摆放，就是说他们的标识与这个实物符不符合。和他们的日期没改啊这些的，我们就会把它拍上来，然后就他们要整改。然后这里有一下啊，设备卫生章，这里设备上面是吗？对，设备上面全是卫生的这个。你看这个地方啊，你看这个地方要，他们是不是就没搞卫生的这个？他们要。日本発祥の理念、5S を検査する仕事。これは日本人としてやりがいがありそうだ。5S とはもともと製造現場の環境や安全を向上させるために生まれた理念。这边啊，我们已经巡完了以后，我这里一个整改时间，这里一个，你看，这里一个整改时间是吧？那我点击整改时间，然后整改我这里提交，好，一张单就生成，这张单生成了就，他们改好以后会通知我，他们已经改好了。现在我点开看，它是在进行中，他们还没整改。整改它这里要放照片，随时拍照。啊，整改后的照片要发。对，这里有照片，他们要放上去，把前后的对比图往上面放，他们要。哦。超高了，超出限购位，因为你看我们限购位在这里啊，它都已经超出来了，它也是一项，对我们电池它有一定的风险，对，它这里有个限购位超出来了。啊。它这也是一项不良的这个。这个不行。这个不行，那这个。这个不行，对，一定要放在这。那这个是要放上面，要这样放好的，对吧？对，他们现在是这样的，拍个照，这样就好，就是。我们要求是要放中间这样卡住的嘛，它没有安全这样摆，所以它也是个违规项。这个文型可以吗？嗯，这个文型可以吗？啊，这个纹身是它进了以后再纹的，没办法，拍不了了，那做不了了就。那以前我们是用手写的，怎么做？以前手写的，没有照片，这个工作效率就提高了很多啊！就以前可能我要花半天找个文件，现在我都不用了，一输出来两秒钟搞定的事。哦，这个工作没什么意思。そう、失礼ながら私はあまり整理整頓に興味がないのだ。亮叔，响铃了。明日は別の仕事に変えてもらおう。1日目の仕事が終了。タオタオがドライブに行くというので同行させてもらった。辛苦了，明天不回去啊？去玩吗？不回去啊。这个吗？对。哇，居然他们有车呀！
中华拉上很多人的人。这个车多少钱？十万。十万。嗯。自己赚的钱吗？还是父母给你的？自己赚的。自己赚的。自己赚的。对。那蛮贵的，怎么能买啊？我们啦，还有买，还有买快二十万的呢，是吗？全款买的。什么歌啊？这歌好难听，你竟然让我听这首歌。出稼ぎ工場労働者といえば、給料はすべて田舎の家族に仕送りをして、自分は非常に貧しい生活をしているというのが私のイメージだった。しかし彼らは全く違っていた。你喜欢吗现在的工作？挺喜欢的，挺好的。是吗？简单又平淡，还挺快乐的。因为现在深圳工作的人好多，好多人要内卷。但里面好像没有人，活着不就是图个开心吗？嗯，有吃有喝有玩就好啦。嗯，特别好。简单这样子，嗯，没那么多烦恼。是吗？对啊，就是女人不一定要靠男人来给这些东西的，自己也可以去奋斗的。是吗？对啊。哦，你不想靠男人买房啊什么的？靠自己不是更好吗？如果自己有能力，肯定靠自己更好呀。没能力，那也没办法。タオタオが深圳で働く理由は、独立と自由を手に入れるためだという。2日目、今日はどんな仕事が待っているのか楽しみだ。那我的工作呢？你的工作？对啊，我是打工人呀。你的工作的话，可以去检查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哪一些设备，看有没有异常咯。我就看不懂。那还能怎么办呢？看不懂啊。設備点検？そんな難しい仕事が私にできるのだろうか？看一下这台，扫二维码。对，扫二维码，然后呢，在钉钉后台可以统计数量，然后每次盘点的时候呢，就是过来扫一扫，滴了一下，然后就可以了。基本直接扫一下二维码，然后它上面会提示，提交成功，然后就证明是可以了。哦。简单啊。对啊，非常方便。工場の各設備に QR コードが貼ってあり、問題を発見するとディンディン上ですぐ問題解決方法が見つかる。初日の 5S 点検やこの設備チェックをするシステムは、工場現場の社員たちがディンディンを使って自ら開発したものだという。専門のプログラマーでなくても安く簡単にシステムを作れると聞いて、私はあるアイデアを思いついた。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管理那个移动硬盘，然后一扫就移动硬盘，所有的素材都显示出来。要考虑货的事情的话，挺方便的。那你让谁准备让谁干这个事儿？谁干事情？不，反正不管我，我不做。你增加了，你增加了，我不管，莫名的增加了员工的。对，你们加油啊！这个咱们内部的管理方式，谁提出谁负责啊？对啊，你看这不算，算。哎，继续干活。你想去哪个岗位？铁匠。这个挺简单的。結局この流れ作業が一番楽しい。だっておしゃべりしながら仕事できるから。私の前に座る先輩。私が一つ終わらせる間に彼女は五つ終わらせている。你做这个工位做了多少年？做了好几年。好几年。对。你有几个孩子？我只有一个儿子。啊，独生。啊，独生。独生子女。啊，就是独生子女。但是你的孩子已经二十六岁了。对。因为我们是在农村嘛，结婚比较早啊。哦。你为什么还在这儿打工啊？嗯，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年轻，是吧？哦。作为我们现在四十多岁的话，还是属于中年人，你待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干，是不是？九年前、湖南省から深圳に出稼ぎにやってきた孫さん。なぜ子供も夫も置いて一人で出稼ぎに来たのか。仕事の後、詳しく話を聞くことにした。下班了吗？下班了。那我可以去你家吗？嗯，可以。可以吗？可以。这边挺豪华的。这边啊。啊。好多工人。对，以前都有更多人。
现在因为有好多厂都拆走了嘛，就没有这么多人。真的不像我所知道的深圳。不是你想象看到的深圳，我所知道的深圳就是高楼大厦。啊，只有高楼。不是，但是我们室内吗？啊，对。经常去室内。就是挡在前面。这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嗯。小孩看。看电视。看电视，现代看到这样的场景很少哎。在家里可以看吗？你看啊，这样有些人家里面都没小孩子，都在这儿看，对。姐，嗯，你家到底在哪？没多远，就在。一直说没多远，一直说没多远。你看我平时我还跑到那里去跳广场舞，那里好多人在那里跳广场舞了。啊，你跳广场舞吗？大姐，你教一下他怎么跳舞。看一下，跳广场舞。就在那里学。在这里。我也是随他们跳。宋さんの趣味はダンスだ。就是我回去的时候，我们刚买那个车，就是买的这个，就是奔驰吗？啊，对。你们家有奔驰啊？你们家有奔驰，为什么你在这儿打工啊？哎呀，就不要我们那里的人都是喜欢出来打工，不喜欢待在家里，待在家里。你看，完全颠覆了我对深圳打工人的印象。彼女が深圳に来たきっかけは、10年前事業に失敗して借金を抱えたことだった。しかし今では借金を返しベンツもある。なぜまだ出稼ぎをするのか。要不我跟你说，你回家带本来我该说句心里话，我可以，之前我不去打工也可以。嗯。为什么？就是2019年我儿子结婚没多久的事，他就是不想出来打工。他比他的一个同学，嗯，他因为我儿子挺听话那个人，他就忙着我做了一件错事，错事就在哪里？嗯，他就是在网上，嗯，给别人搞了一个那个网络赌博，刚好他女儿生下来的时候只有还不到一个月，嗯，所以他就判刑要跑3年，因为他今年才要今年这个年底就可以出来，就是出了这个问题，哇，啊。就是因为我就是出了这种问题的时候，我的人一下子就觉得我压力大。我说我怎么样，我都还得我们的法，我不要我媳妇法，这大小孩生活会什么，我们都敢。我第一次去在这坐飞坐高铁去杭州啊，到杭州的时候我就见他的时候，我儿子就眼里哗啦啦的哭，他说妈对不起。我说你为什么说对不起？他说因为我做错事了。我就这样说，我就这样安慰他，我说人为了生活，可能会你选择你的那个的想法不一样。我说错了改了就好。我说你家里面的事情你不要担心。我说我去打工没问题，我就这样安慰他。我说不要紧，我说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妈妈的好孩子。但是想来想去，我还年轻。40多岁的呢，嗯，是吧？就是打拼几年，嗯，也没问题。嗯，我的意思，我的想法就是，还打拼到50岁的时候，哇，我就想回家。我说我还有几年？4年。4年。啊，3年、4年的样子。厉害。这是有时候我。给自己拍的那个啊，你昨天说的那个抖音啊，啊，抖音有时候放在手机上转着，自己这自己就这样跳拍，在哪跳啊？跳，我就在这个范围跳，啊，是吗？那拍一下。工場といえば、最初に思いつくのは決められた生産ラインで確率的に働く従業員の存在。しかし、この2日間で私が実感したのは、科学技術の進歩と従業員たちの個性だった。自由な生活のため、家族を支えるため、彼らが工場で働く理由は様々だった。
働くすべての人たちの夢がいつか叶いますように。我叫陈永玉，我今年22岁，我的愿望是赚更多更多的钱。我叫曾淘淘，我今年24岁，我的愿望是去马尔代夫。大家好，我叫罗维新，来自贵州毕节，然后今年29岁，我的愿望就是找个女朋友，然后挣钱带父母到处去旅游。我叫卢志海，我今年28岁，我的愿望是能有一个自己的小店。大家好，我叫李永达，今年30岁，愿望是早点结婚。我是宋雪芳，今年27岁，我想赚好多好多的钱，花不完的钱，就像身份证一样那么长的钱。我叫孙伟阳，我今年46岁了，我的理想，我的愿望，我就是想为我们的小孩以后有个更好稳定的工作。